平时导师，一位探究生命实相的笃实旅见者，因为有感于现今社会的乱象，也就是释迦如来于经典中所预计的各种现象，包括表象佛法的盛行以及冒充佛法的邪法充斥，让民众无从分辨，因此成立佛教正觉同修会与正觉教育基金会，来推展社会公益和提升佛学学术水平，并教育社会大众了解宗教骗财骗色的严重性，以免受到伤害。正觉教育基金会是在1997年由平时导师和正觉同修会共同捐助，它是一个社团法人的机构。那么它的宗旨有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提升国内的佛学学术的水平，第二个宗旨呢，就是要净化社会，这个安隐人心。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其实在唐宋以来一直是以佛陀所说的第三转法轮的唯识的经教作为最究竟的这个法的如来藏的这个学术，我们在提振这样的一个学术风气。中国传统佛教可以实证的如来藏妙法，正是全球三圣佛教存在的核心价值与古今佛教教义的核心基础。但清朝以来，日本学者竞相以西方之史论与似乎科学的文字研究方法来批判佛教，主张大圣非佛说。因此平时导师要重振唐宋以来以第三转法轮如来藏唯识经典为最究竟法的佛学学风，引导学佛人得明灯指引，应当要以如来藏正法来作为教判的依据，让学人普遍有两种觉醒：第一，还我正统佛教之清净；第二，剪除外道邪教之篡位。这样从此以后清浊分流，末法众生在学佛上才能够知所拣择。平时导师在成立正觉教团以前就开始弘法，总是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教导学员，至今已有25年之久。其中许多的论著更是让许多正觉学员有深刻的体悟。平时老师因此相信无相念佛法门可以帮助众生锻炼修成一念相续的功夫，只要辅以正确的佛法之见和不断的精勤练习，一定可以修学成功。这也是无相念佛一书得以顺利问世，利益广大学人的开端，同时也拉开了平时导师今生弘法一大事因缘的序幕。我认为很多讲记都可以受用，那比较特别的是金刚经中通，它主要呢让学员能够理解到其实金刚经所讲的心就是如来藏，这个可以建立学人对于实证如来藏法的信心，也可以断除一般学人认为金刚经就是断灭空一切法空的错误见解。实际上佛法讲求实证，所以平时导师他讲经说法以及著书是从实证的角度来说，他举很多生活上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实际去体验，实际的去验证，而且用白话的方式来说明，在深度以及广度方面都可以达到让众生可以实证的目的。其中又以《楞严经》讲记最为圣妙，是平时导师的旷世巨作，除了谈到一切法都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所出生之外，更重要的是《楞严经》还是破除邪道思想的经典之最。因为《楞严经》的原文非常艰涩难懂，那必须经过平时导师这样的极高的正量，这样的智慧正量，才可以用白话的语体来解说，让学人可以稍稍体会其中深奥的义理。一直以来，正觉教育基金会都不对外募捐，至今不曾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或民间机构的捐赠，资金都来自认同基金会理念的会众，成员大多为一般的家庭主妇、学生、公教人员，
基层员工及劳工等，虽不富裕，但都是自动自发的护持，积少成多。我所看见包括清教师教团及弘法行政体系的各组组长以及组员，大家都是发心的义工。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导师本身就是这样没有私心的一直付出，让大家感同身受。虽然没有酬劳，但每一位菩萨都是心甘情愿。其实我觉得担任义工对自己来说，虽然说是服务，但是呢，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在做义工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自己所学习到的佛法，所体会到的佛法去把它应用出来。那这个过程中，我会想说要怎么样跟众生来结善缘，因为众生有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众生，那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也学习说要怎么调柔自己的烦恼，调柔自己的习气。2010年，平时导师于高雄巨蛋阐述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以辨明佛法的脉络，揭示生命实相的核心奥义。非意识之心事第八世，在如来所预计的争议难辨的末法时代，演讲内容前所未闻。平时导师以深入浅出之解说方式来开演这浩瀚又神秘的心事，许多学人将演讲圣妙的法义内涵深入经论比对查证，顿时豁然开朗。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再带您来看看更不一样的佛教正觉同修会。目前正觉同修会已经在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设有共修处，开设禅净班、进阶班、增上班，开讲初中高级的佛法课程，以无相念佛及无相拜佛方式修习动中定力，实证净念相继，一心不乱之念佛功夫，传授解脱道正理、第一义谛佛法以及参禅之见，并教导大众修炼看话头的参禅功夫。我是在导师讲到念佛三昧修学次第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念佛法要。那导师每十一次上课，我都要准备一把卫生纸，因为导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到我的心里去了。那无相念佛这个法门呢，主要是要锻炼我们在动中的一个定力的功夫，以及加强我们跟佛菩萨相应的一个愿力。有了这个定力以后，我们就竟然能够参禅。单单具有这个无相念佛的这个定力的功夫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时时保持你的心念的很平和，你自然而然的对待人就能够和善，处事就泰然。在来到正觉修行无相念佛之前，师兄师姐们无论是平常的做人处事或家庭工作上，都仍有许多不够圆融的地方。当初在社会上工作，当然手下也可能带了几个人，那手下的人如果做事情做不好，或是他们讲了以后你不听，那还没来正觉之前，就是脾气会很快就会冲上来。我觉得自己以前的生活非常忙碌，所以心里呢常常很紧张，那身体也是非常紧绷。因为自己是当老师，其实学生非常难管教，尤其国中生，他们的状况非常的多，那自己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包容力，可以去跟他们相处。当他们来到正觉，体悟到无相念佛的美妙之处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在来正觉以后，我们学了这个如来藏正法，就知道说每个众生每个人的都有各种的差别。你有这个认知以后，我们就会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待他，因为他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与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脾气很快的就会发起来。那觉得透过修学无相念佛以后，自己觉得最大好处就是说情绪的起伏变小了，那可以比较有耐心的去面对一切的人事物。正觉多年来致力于投入公益活动，除了莫拉克风灾的捐助，也开办清寒奖助金来帮助低收入户的学童，让他们也能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求学。
正觉基金会在六年来一直在我们大溪镇持续的颁发各式的奖学金给我们国中国小的同学，拿到这个奖学金要用到好的地方，让你的学习更有帮助。我想这也是正觉基金会跟各位结缘最重要的目的。在这里我代表镇长感谢我们正觉基金会这六年来对我们大溪子弟的这个贡献，以及我们这个新来的学生给我们的一些关怀。你们总是默默的在付出，等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也要像你们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真的很感谢你们，我们会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先把它存起来，然后就是下次开学的时候可以先缴学费这样。谢谢他帮助像我们那个家境困难的家庭，还蛮感谢他。非常感谢那个基金会可以给我们这个钱，让我们有些有困难的家庭可以度过一些困难。除了学校，正觉每年也透过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救助弱势民众，让社会底层需要帮助的人，除了接受政府的资助外，也能感受到正觉的温暖。像大溪我们已经提供了六年的奖学金，每年都提供。那我们另外像台北市政府，我们每年也捐助这个50万的经费，像用在这个学生的营养午餐啊，或者是帮助那个一些那个敬老院的这个他们的一些经费，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很多年了。其实我要代表我们很多过去他受赠的这些团体跟个人，尤其也包括对我们社会局的一些的捐助。我想这边除了肯定以外，我们要表达我们很诚挚的感谢。今年开始，正觉也特别透过台北及新北市各里长举办雪中送炭活动，补助物资给各里的低收入户及弱势家庭，让他们也能过个温暖的好年。我们发觉贫苦的人越来越多，那而且这个社会阴暗角落呢，很多地方是大家在现有的社福的这个体系下并不能够完全照顾到，所以我们就跟里长来合作，因为里长是最了解哪些民众是需要帮忙的。摄影团队跟着正觉的脚步来到新北市深坑区普兴里举办雪中送炭活动，但也因为里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面对面的补助物资活动，所以相当紧张。我跟你的时候，我你们透过这个政治的关怀，让你们大家感觉讲哦，社会混乱。我们第一次配合，也算是第一次结缘。那因为我们正觉发这个心他们这个有佛道的这种正念，重点可能是针对教育然后宣导让他们有个正念然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啦。紧接着，我们来到台北市大同区民权里雪中送炭，而里长及里民也都相当欢迎我们的到来。其实我很感恩正觉，听说他们是第一次办理那是有一个雷老师就是他们的志工雷老师主动跟我们联络。我们跟着陈里长、张董事长及正觉成员的脚步，来到胡先生的家中拜访。胡先生的儿子因为先天性智能障碍，因此40几年来，胡先生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照顾他。孩子上班，地灵他给，他可以照顾自己。但如今胡先生已经81岁，继续像正觉这样的团体来协助他们。实际去拜访以后，真正能够给我看到、了解到社会的黑暗面，真的是我们恻隐之心马上出来。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怎么样来做，这是我们实际上走访得到的那个结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带您来看看更不一样的正觉教育基金会。
正觉教育基金会多年来宣扬佛法与芸芸众生，也不忘肩负起社会教育的重大责任，协助大家揭露宗教欺骗的真相，一来捍卫正道佛法，二来保护社会大众不受宗教欺骗方面，让民众对于宗教的欺骗与性侵开始有所警惕。在每一年每一年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体上，我们都可以不断地看到这一类的报道。那这个问题在台湾越演越严重。其实最冤枉的一件事情，对于学佛人来讲，就是当初抱着一个学法的心，结果却误入了邪教的陷阱，受到侵害，这最冤枉不过的。藏传佛教除了现有的四大派都落入意识境界外，还有一个觉囊派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因为所弘传的他空见完全符合释迦牟尼佛所说众生皆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的教导。总的来说，要以如来藏正法为教判的标准，这是判定真假佛教的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来看看这个宗派他教导弟子的是不是告诉弟子五蕴十八界法为空为虚幻。如果一个佛教的宗派没有要求弟子断三福劫，那就是代表他连二圣的见道都做不到。如果呢，一个宗派他要求弟子在五欲上面贪着，哇，那这当然就不可能是佛法。为了引导大众，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教育大众对正确佛法、错误佛法的分别，邪教与正教的差别，正觉特别举办学术研讨会，发行正觉学报，以及在社会媒体、电视台节目里面不断的呼吁教育社会大众。但经过这十多年来，我们依据经典，依据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唯识的如来藏经典，来透过各种方式，包括出平时导师出的专书啊，我们也出学报，办这个学术论文的研讨，也透过电视的弘法，我们把这个正法呢，三圣菩提的内涵呢，很完整的铺陈出来，也把修学佛法的次第也很清楚的呈现出来，慢慢慢慢呢，我想已经对国内的佛学的教界跟学界都起了相当的一些作用。我想正觉在扮演一个宗教性的社会团体这边哦，其实我认为它发挥了相当多正向的这个功能。用它这个章程里面的话来讲哦，叫做普摄众生，啊，也就是说它把这个佛教佛义，除了他们的这个同修大家一起来研读，啊，大家一起来研究以外，它事实上呢也透过很多的方式，不管是印佛书啊，或者透过各种的宣传的管道。就是希望对我们台湾社会做一个正确的这个佛教的宣导的工作，我想这对现阶段的台湾来讲确实相当的需要。正觉学报的创刊对于佛学学术界不仅是一份新的刊物发行而已，而是要弘扬释迦牟尼佛实证第八世如来藏而成就佛道的佛法义学，秉持公平客观的引证态度以及真修实证的立场，引导佛法界回归以实证为目标的佛法义学。主要正觉学报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来表示、来说明、来证明，释迦牟尼佛所传的第八世如来藏了义究竟正法，以八十论的立场来证明法界实相的可以实证，而且真实存在。所以我们用的很多是依据佛经典所说的论证三量，就是限量、比量、自教量，以这个三量事实来证明法界事实的存在。也因为宗教欺骗的案例层出不穷，正觉的义工与学员们也不断地走上街头，发放文宣及呼口号，就是想传达给社会大众，一定要了解到宗教欺骗的严重性。我们的义工，所有的义工，那么不分寒暑啊，不分下雨天，在马路、在车站、在街头发这个 DM 来揭露那些以实质上他骨子里面是以修双身法的这些邪教，把他们的本质揭露出来。
男女的双修的宗教非佛教，男女双修的宗教非佛教。就在他们发放文宣的同时，摄影团队独家采访到发放文宣的师姐。当我在面对众生社会民众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是在对峙自己的烦恼，所以它是利己利人的。而且我们把这个法告诉社会大众，叫他们远离邪知邪见邪法，这个是一个利益的，而且里面的内容完全都是可以求证的。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出来来做这个正法的工作。那因为一想到说现在邪法漫天了，那为了救护众生，然后让众生不要被误导，所以我们只要一想到说要为了正法来护持众生，我们一定就是不遗余力排开万难，一定会出来发 DM 跟众生结缘。我想这么多年已经几百万份的 DM 出去了，我想多多少少都会发挥了它的很大的功效。做妈妈的看到了就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女儿，做夫妻的看到了，那先生会跟太太之间大概相互就会互相的注意，那么我想这效益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佛教正觉同修会以及正觉教育基金会全体成员也会继续肩负起捍卫正道佛法的重责大任，及帮助社会边缘的弱势族群，一起让台湾变得更好更健康。祝各位观众新春愉快，阖家平安。